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本场比赛，最大悬念是大表哥这一臂能不能把小孩打下来啊？小孩是两个臂，大表哥是一个臂。草地鹰再次发起这阵进攻，克隆现在又被小草压逆向成功了，接到十一点，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。进板边，那克隆现在有点紧张了，他现在只有半格气的机会，你看消耗掉了。现在是港台队最后一条命的最后一个币的机会了。好、哎呦，红丸刚才这个雷灵刀其实有点任性了。大表哥现在也没有那个什么了啊，也没有别的想法了，都打到这个份上了，也不要想什么防守了，只有一个字儿干就是了。好的，还没完。对了嘛，加油大表哥，干他呀！我靠，这也死。小草就这一口气了，他能赢红丸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红丸现在占据血量上的绝对优势，小草只有一颗气，打不死他。要用师娘来解决这个红丸吗？师娘表示看我的大长腿，喜欢吗？黑丝大长腿。亚凡摸奖成功，带来一套颜色的冲锋脚。超杀登顶的上脸，然而说到此为止吧，大表哥。亚凡亲嘴再次摸奖，好了，前脚跳精前压地下，完了完了完了。表哥都要哭了，毫无游戏体验，不跟你玩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小孩，太欺负人了。哎，这是不防了，没什么用啊，高跟鞋打不死他呀。还有顶点吗？来不及了，气不够啊，血也不够了。大表哥说：“你快点打死我吧。”